美国流行歌手克里斯汀惊人的穿透力嗓音与完美的舞台魅力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性感女神。她的专辑作品更多次获得葛莱美奖的肯定。今天艾怡良将卖力挑战这首经典歌曲《Fighter》。After all you've put me through, you think I was lost. But in the end, I want to thank you, 'cause you make me that much stronger. Never saw it coming, hold on, you're backstabbing, just so you could cast in all the good thing before I lost it in.组哦，我喜欢这一组的表演，两个都非常的精彩，都非常的好看。先讲李宝龙，我觉得这样子啊，艾怡良哦，你是意料之中的好听，可是李宝龙是超乎想象的有趣。你可不可以再弄一下那个 Go Go Sister 那个转圈的动作？好可爱，好灵活。我觉得我喜欢你这种样子，你知道，你就什么东西都不能打倒你，对不对？对。不管网络上写你胖或怎么样 ，You don't care， 你就做你自己。对。我觉得你知道吗？要做出这种动作，除非有非常大的自信，否则没有办法这样做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，而且你做的时候，你毫不犹豫把它做出来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想象不到的爱无赦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那艾怡良，当然，我觉得。看到歌词歌单就知道你很棒，谢谢。但是你今天非常精彩，就是你放的地方很棒，你收的也很棒。你看你收的地方在那个 Now could this man I thought I know 那个，你就收下来。我觉得你真的能放的收。可是今天有一点点突贼，对不对？你有几个音跑调哈，难得你也会跑音哦。但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，因为显示你还是一个平凡人，因为不然你就变成一个唱歌机器。其实我觉得老师有时候在看，就是说如果你一直都是100分，其实老师下一次就希望你101嘛，但你给你自己压力会很大。我觉得有时候突贼没关系，我觉得你尽量的唱，然后你也有缺点，但是这样还可以再进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今天你的 fighter 的精神表露无遗，但是李宝龙也不容小觑，他是一个可敬的对手。的确，李宝龙今天真的是很可爱。我觉得其实这个歌你唱的蛮好的，因为
你的 vocal 一直都很松，所以我觉得你的是维持你平常的水平，但是表演的部分当然很精彩，所有在场的观众大家都看得很开心，而且我发现到就是体型比较圆润的人，真的腰扭动要很大才能看得出那个，又看你好像已经扭得很用力，但是就是那个腰摆动的幅度看起来是蛮小的。还是尽力，那手还可以再延展吗？我已经在尽力了。我一直在想，你手还可以再延展吗？可以再更长吗？就是我觉得其实往这个发展其实蛮好的，因为我觉得你在台上很放松，这个是一个你很大的优点，所以我其实还蛮期待你有更多的舞曲的表演。艾怡良的部分，其实我刚刚一看到歌单，我就说唱 Fighter 一定好听啊。谢谢。没话讲了。不知道要怎么讲，老实说，这样的表演已经够了，尤其在这样子的一个他们现在还在比赛的一个过程当中 ，Fighter 太难唱了，太难唱了，真的。但是我今天发现你不止你的 grooving 很棒，你几个那种三连音，然后十六分音符点什么这个东西，你做的一点都不会觉得很硬。这部分我觉得要鼓励你啊，加油啊！我们看一下香港代表李宝龙的爱无赦。可以拿下多少分数？请下分数。42.6。好，目前最高跟洪佩瑜同分呢。志平老师给他8.8分。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李宝龙 ，OK。其实我觉得，其实刚刚除了他的歌艺 ，OK， 武艺之外，我觉得他的个性，我觉得，真的是非常棒 ，OK。很真的一个人。对。然后呢，我今天看他跳，我说。如果他去 gay bar 的话，他一定是，他一定是最受欢迎的。好，42.6哎，太恐怖了，太可怕了。好了，我就说这是一个 enjoy 的一组，艾怡良的分数可不可以超越42.6呢？请下分数。李宝龙与艾怡良这组精彩的对决，结果究竟会如何？谢怡君，怎好碎碎聊落去。大家好，我是。Super Idol。艾怡良的分数可不可以超越42.6呢？请下分数。43.3。志平老师一样给同分8.8分哦，已经拿到跟洪佩瑜同分了，然后遇到这个，现在没办法啦。因为我知道声音有状况，昨天还跟我吃了个龙角散，所以他的龙角散知道他的状况，今天还是那么好，我觉得真的很拼命。OK 啦，好不好？你知道去哪里，好不好？谢谢两位。谢谢。下次我们欢迎国际组。